老爸，你今日是做甚物代志哈？这欢喜？无啊，哪有这代志？莫假，我恁查囝呢？有无吼？我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啊啦。哎，啊，你做一件好事啦，这么足欢喜的，说袂停哦。是甚物好事？这个代志，这特殊的，袂使够人知的。我恁查囝呢，连我也袂晓讲。我这是为了别人幸福咧设想啦，我已经做好要牺牲的准备啊！就算我你搞白家用火烧我，我也绝对袂讲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听甲无啥啥。阿辉弟哦，你做你的代志，我做我的代志啦。哦啊，我没有外口后边来，你就丢我咧。哎呦，想到伊喏，迄种画面滴，我真太感动了。是啥物画面啊？对，阿伯，伊身体最近好无？有啦，有较好啊啦。即摆吼，伊有法度吼，家己徛起来，啊，换物件安尼吼，行几步啊啦，安尼就好。哟，哈哈哈！你听海涛另外咧讲啊，讲有人送物件去办公室，原来是建龙你。高姐啊，啊明仔载中秋节啊，我是讲哦，买一个伴手来，只送有准备啊，啊孙仔足有准备啊，身体健康。啊，你意思是安那？中风较有礼文，啊若无中风就无礼文。啊对啦，是讲高姐啊，你也要找迄少年呐，啊搞做生意，啊佮生个烟头，我当着有一个人选。啥物啦？啊你袂记啊？阿成啊？啊！搭阿成在你的别人园咧斗三工，伊哪有时间啦？哪会无时间？我即摆别人园哦，我是要甲改做观光休闲农场啦。啊，即摆当了去也袂好啊。伊当然冇时间。啊，是讲阿成敢无迄个意愿，倒转来海钓场斗三工？当然嘛有。阿成吼，伊知即摆阿伯中风，啊，即摆海钓场哦，就上课甲教授咧烦恼。啊，上课，你煞去又袂记？阿成以前啊。嘛捌受恁大家照顾过啊，所以吼，只要恁无气嫌，伊愿意倒来斗相共。哟哟哟，你进前哦，阿成在咱遐钓鱼咧做时阵哦，真骨力呢。啊，人家即款钓客对印象嘛真好呢。阿成来咱海钓场斗相共哦，咱海钓场生意一定会搁较好。头家，歹势啦，我想我转来。袂啦，袂啦。离开店的时间还阁早哩啦，无要紧啦。阿姨，你也带去过来。阿姨，拄则去办一挂代志。你甲初培出去到底办啥代志啊？阿豆吼，五档的本身有咧做生意啦，伊要介绍一挂生意，互阮翁做。哦，就是安尼哦。莫怪伊最近来，敢若找你，无咧找我。我是惊伊讲伊甲你高甜咧。袂啦，头家，五档的人真好，你唔通误会伊啦。哦。哎，新年，老早。哎，小美。阿张叔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早，啊，无是你偌早，下昼几点啊？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啊，我无迟到啊，啊唔是讲要熬早，啊无要讲啥？好啦，好啦。来啦，你的啦，敢那笑，较久来做的啦。好啦，啊，这你的。头家，安奈雄雄要给我红包。啊，阿叔唔知影吼，明仔载是中秋节啦，啊，咱头家做人哦，真正无话讲的，每年的过年过节哦，伊拢会包一个红包给咱员工啊。是啦是啦，就当作奖金，大家欢喜就好啦，吼。多谢头家。哎。啊，明仔载中秋节呢，你有想要请假无？啊，你若想要回去厝的吼，做你请假无要紧啊。刚讲咱店的明仔载休困。无啦，明仔载中秋节算大日子呢，即卖人哦，拢出平摊煮的啦。若拄到节日哦，咱嘛规家口坐在外口食，所以要休困，哪有可能？啊，若是无休困吼，我着留伫个店面斗三工。无啦。你无同款，你查某人还佫有家庭的人，人讲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呢。啊，你店口你做事就喊你回厝吼，我看中秋节吼，你应该回去啊。我即摆早起时啊，拢有去卖桥兰花啦。啊，若是有闲，我拢有我回去厝的看卖咧。头家，你唔免予我休困，
我即摆就随来去做事，我即摆就随来去啦。嗯，头家，你甲看啊，连你要叫伊休困哦，伊都不爱啊。这心人哦，确实是强骨来赚钱。你就好好甲人学一下你。好啦，我知啦。那遐侪人在创啥？我真知咧。是搁一个妖兽啊！啊，种相片大干呢？我出来。你查某人哪出外影啊？哈！哎，落外影啊！哪里是？啊，迄个查某是家红咧。丢咧，家红咧。他是上大来家啦。对啊，你看这么漂亮，看你这边。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天少来哟！天少来哟！天少来哟！哎，你先挂上啦！好啦，天少，啊，你是不卖鬼走？啊，恁大家会用看，谁让我卖看啦？我今日看到到在你掠狂啦！我靠，这个我几岁的人啊？啊！小看钱来掠工啦，你实在是哦。队长，你来看，进来来来看，队长。我叫不要进来，看你这边。啊，那怎么样？那是咩样咯？哎，天少来哟！天少来哟！天少来哟！哎，你先挂上啦，啊，千万别挂麦来了。好啦。队长，啊，你是不卖鬼走？啊，恁大家会用看，谁让我卖看啦？我今日看到到在你掠狂啦！我靠，这个我几岁的人啊？啊，小看钱来掠狂啦！你实在是哦。队长，你别看，真正你别看，队长，队长，你别再看，哎，真正你别看啦，队长啊，来来来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。雨水把你泼到你真客气，那是无招，无雨水把你泼。上班不上班哦，我伫买困，好啦，即摆有钱啊，良心啊哟。我讲了忝忝啦，你点啊坐，哪会知讲坐坐软又困？坐到又困，我困到会迷茫呢。我发手我啥物一直塞一直塞，好啦，天顶那钱落来，啊，借问个，啊，你塞偌济钱啊？无啦，好啦，唔当我困啦。家在是咧做兵房，啊，若无吼，一声都歹看。爷爷奶奶，我转来啊！阿伯阿姆您好，谢老师，真多谢你嘞，搁送我星星转来啊！阿姆你妈安尼讲啦，这是应该啊。阿伯，你搁真正轩轩吼？家己的船啊，当然嘛定。你阿伯吼，伊即卖行动无方便。啊，无较早吼，只要伊若有闲吼，拢嘛会带萱萱哦出去外口世界佚佗。那安尼，阿伯，你平常时咧做福建的时阵，是毋是爱萱萱伫咧你身躯边陪你啊？嘿啦，阮萱萱若一下课吼，拢陪爷爷哦，伫厝里只伫做福建呢。哦，那是安尼，我只想唔着带萱萱倒来厝里陪阿伯做福建，毋是去陪伊咯。做一个乌鸡仔。邱老师，嗯，你是不是在讲撮皮啊？对啊，伊今日来幼稚园带萱萱，讲阿伯要做福建，所以需要萱萱去陪伊。
那无阿伯阿姆，我小姐搁伫咧外口等，我搁有其他小朋友爱上哦，我先来走啊。老师再见。再见，大家再见。先生，就不要即讲带你去倒。我袂使讲。先生啊，阿贤也袂用讲啦。出来就讲，到底是带你去倒位啦？啊，奶奶在问你，你也不爱应啦。到底是带你去倒位？出来就讲讲，袂使讲。啊，刚讲爷爷跟奶奶嘛，明知呀。奶奶，你卖讲明了啦。暗地规矩，加一通电话问因爹啊，看到底是安怎？哦，好啦，人家姑姑嘛唔知。严重，那常常感觉头壳晕。拄则和萱萱见面的时阵，嘛有流鼻血。阿姨，你看我做好啊？阿姨做好啊？阿恁爸爸呢？哪无看人？爸爸甲阿当叔叔去清水沟啊。吼、哦。哦，夭寿。够臭啦！哎，古怪嘞！啊，这狗仔就常常在舔哦，啊，那是哪个这么臭啊？啊，咱就做食的啊，加减一个菜尾拢留去狗仔去，免讲嘛臭酸。哦，种清清的嘛好啦，蛮人也袂遐济啦。对啦，尤其这几天，这个天气湿湿啊吼，拄好上够生蚊虫。迄不是讲狗仔爱舔尔呢？你讲像咱咧花盆有无？伊啊，迄块塑胶盘啊吼，本来渗水的所在，你都爱甲清清的，安尼吼，较袂生蚊虫。爸，阮学校嘛爱大扫除，老师讲环境爱变较清气，还无登革热。哦，嘿啦，对啦，即阵我那听讲哦，登革热伫屏东哦真流行，所以哦，咱的环境卫生哦，嘛是爱注意者。对啊，上无一礼拜爱清一摆咧，迄毋是干那讲水沟啊啦、花盆啊啦，连比如讲迄落啥，咱无路用的车轮口有无？迄嘛积水啊，迄嘛爱甲清清平平呀。对，对啦，啊对对对，那讲到这哦。咱后尾还有，嘿，加过一寡无路用的铁桶啊，迄嘛拢甲清清洗洗，好，啊，规个甲收收的，好，啊，再叫伊摒粪扫甲拆掉，好，嘿，头家，安尼我先入来甲摒摒，啊，好，头家，啊，无看遐有倒位爱摒扫的，你甲我讲，我来去做。啊，免啦免啦免，摒到差不多啊，剩咧服务就好啊，你去休困啊。无，我来去后壁，甲我当咧倒三工啊。哦，我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我无紧，我无紧啊。嗯，要搁你无要紧，你就是伤忝才会安尼啦。去休困啊。我小坐坐就好啊。嗯，啊，要搁你去睇去，去洗米啊，带恁阿姨去楼顶休困。好，今阿姨，我带你去楼顶休困。唉，就是安尼啦，啊，规工舞甲遮忝啦，你体魄身体嘛袂堪的。阿姆，我知啦，这件代志我一定甲阮爸问个清楚。莫安尼讲啦，好，再见。奇怪，阮爸哪会去幼稚园找萱萱？下晡伊来办公室的时阵，欢头喜面，讲伊做一件好代志，敢毋是咧讲这件代志？喂你，你遐无倒去食暗顿啊？我咧等你，啊你公司现在无闲呢？嘿啦，我咧处理代志啦。嗯？好笑，你到底空空的无物件咧处理啥代志？我知啊啦，其实哦，你等家宏打电话来，要你食暗顿就无诶。你莫较想落去想落家宏好无？你敢袂去想别人？别人，夭寿，敢讲第三者出现？我知啊，一定是阿成伊死啦，又过来甲你搞搞地了无？
无啦，我最近拢无甲阿成联络啦，你别紧张啦。唔、哦、是阿成，夭寿，根本第四只出现。吴英丽，我是你老爸，我怎么敢提醒我？这左营那人，我唔看一群那搞遐尼侪人，你老出口当天咧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莫遐尼注重林家宏这个人啦，伊唔是像你所想的遐尼好啦。